月圆夜，两心相爱心相悦。亲爱的，你看今晚的月亮好圆啊。怎样，你要变身啊？小皮，你正在长身体，要注意营养均衡，别只吃肉，多吃点青菜。不要就不要，乖啦，你属马的哦，应该多吃点素呀。爸爸属狗的，又不见他吃屎。服务员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？麻烦帮我打包。好的，你稍等。请问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怎么进来的？偷东西。偷了什么？就偷了一个镐、扫帚。还有呢？还有一个簸箕。你就不能偷点我会写的？那几个字怎么写？老公，我不小心切到手了。做个饭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哎呦，都流血了。别担心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哎呀，不用打120那么夸张啦，我知道你关心人家了啦。喂，肯德基吗？我要订外卖。看完不过瘾，搜索公众号哈皮一家人，添加关注，每天还有更多精彩等你来，点个赞再分享出去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